牛腩要吃无？这我来讲啊，拢无多空的啊。全部三个人会食蒜泥啊，这比蒜快五百，未四百啊。来，全部三个先给叠三百哇。来三百。拢无多空的三百块，这个牛三百块，三百块上面这呢，吃完酒来这三百块。拢无啊，三百，上面啊三百，鳕鱼。三包。三百。鳕鱼三百。鳕鱼三百，李亚红，两百块啊！两百，那么多块了呀？两百块啦！两百，我这边两百，包的，包过，最后就两百算啊！我头拄啊一包。我知影，迄无共的，迄一包好输起来，你这是两百真好啊！迄无共的，伊我叫你包啊，最后就算你两百，啥物啊？两包。算你最后就两百，啥物只啊？两包。三百就两百，够我度，我老结婚。算你。来啊！哇，你这个谢谢你啊，谢谢，来打下去。谢谢。你啊，先讲那个卖车，你讲怎样？我卖车无办法了咯。啊，基础条件哦，有嘛个？也是木条，我不能那个卖车。有啦，你这包啊，需要啦。这包是基础条，这种的气炸锅平底锅，加得几个拢做好吃，卖三百五百。我最后这种包，你先给几个人去，一百两。来，一百一个。基础条很好吃哦，一百块。一百块，剩下一包一百块了。最后一包一百块，谁要吃基础条？很好，那基础条没有？你看一下，三米条，三米条，我选。最后一包小心啊，我大包。这样，这样。包滚。那话就无搞错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这话恁讲哦，伊这个物件就是啥？你讲的鸡腿，伊这个鸡腿内底火鸡，内底放放下一支一支火鸡啊吼。咱是外口哩买吼，电动价一支就要四五十块啊，这内底啊火鸡就要偌济，一支四十火鸡就要两百对吧？来，我来讲。五支鸡腿来两百块嘞，两百两百两百，我讲给你听啊。来几个？两百加两百，这四百。唔免让你加四百啊！来，我来讲，这十支的鸡腿全是我来卖三百，一支鸡腿我上阵去我平东大，无可能一支卖你三十块。啊，不过我后来唔免让你加三百，全部四个，全部无啊。一包五支，两包就是十支哦，先给钱的全数哦。两百了，来两百，两百块嘞，一支鸡腿从二十放放两包，两百，接下来。来两百，做几只鸡腿有无？两百块没有？两百块俩，真正好吃啊，真正好吃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阿姐，唔好变回来七千好不好？一百了，一百，一百块试试看看，一百块，一包。还有人要一百吗？一包，一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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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哥，你第一个买一百块，你一百块，你大哥我老啊，两百五十块有无？两百块过。这包是番薯哦，吼，番薯。冰烤地瓜是不是人检查？检查，讲完去啦，冰烤。几包包啊？几啊卖两包？讲完了几包？五包。来，讲完去啦，讲完过来，五包哦，老板，五包，五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讲完过来，讲完过来，两包纸啊，悄悄，悄悄啊，几来，悄悄啊，几来，讲完过来，两包来无？讲完过来，两包来无？来两包了，这包够三二两百块，爽，爽快了，爽快了。讲完过来，两包来两包。来。讲完过来，两包来两包。两包。讲完了，两包一包，一百块一包。一包一包，包完一包，包完一包，来给包鱼啦，这包鱼一十个，我再我给你准备，包鱼别当鱼啊，其他上外包了，好啦，过来检查，章鱼脚呀，好啦，一包咸酥鸡啦，这一包百五两包三包，你若要咸酥鸡，我三包三包啦，我四包啦，最后一个拢无啊，一包我五包啦，三包给你吃，三包，有人要食咸酥鸡无？三包，咸酥鸡上面只有三包，咸酥鸡上面只有三包，哎呀。一个人买票台，一个楼啊，了一个楼啊，二啊五楼。哎，二啊五。一个楼来了，二啊五。哇，过来。那这章鱼小贝起来沙发，后边后边那个什么鱼啊？有啊，没啊？这沙发上面是啊？沙发。四条的，六条，这大条的，多少钱来三包？收钱。后尾就章鱼吃来三包。来，几多个啊？三包。四条够你用，这大条的，四条。来，你吃完了来两百嘛，我捐了大条的。两百。这大条你看看，两百。有哪要三个哦？两百。两百。两包。一百嘛，我捐了，这边了，一百。一百啊。大条啊，一百。吃完了，小家庭的三百一百，来，那个。来，两个一百，两个来。做好一百哦。三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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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几条？七十啊，上大条的。有啊。有啊，这条上大条的六十啊。这种几条？哎，挂啊！最后还是一堆挂。哦，你哪里啊？买多少牌？这里买一百只。没有啊。啊，阿姐，你买三百，这条要给你三十块。过来，过来，一定是啊，可以啊。哎，起司鸡块给人家等足久的，起司鸡块。上面吃起司鸡块，拢无啊，剩下没几包。我这包起司鸡块你来吃。哎，这鹅肉我一包，这起司鸡块，你哪要吃？这只大包。我安讲四只，我看就给你三十九啊，加一包就破三百啊。两包六百，这起司哎呀，鸡块啊，比麦当劳好吃哦。两包了。几个呀？两包。各位在吃，我有两碗四包。你看人家好食一百块，哎，你妈咪饭真正食看卖两百块啦。一包，一包鸡块真正好食，一个睇下乖乖。两百块好食，我起司鸡块阿伯变成真正好食，你啦，真真嘞，好嘛？两百两，好。哎，切几几包啊？这真正好食，我来拜托。我来拜托，我来规矩，这包鸡块好食，这包加起司，我拢叫上好罗哩，好不好？他准备啊，美女上手有没有？两包阿伯。阿伯啊。谢谢。无啊，又买来啦，伊买两块来。他们说两块买啦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你有好大只买了无？两百块买来无？第一无你搞，你无搞买啦。第一无你搞买一百十块嘛，你真正好食，人家买六百啊啦，一百就好啦。物件平啊，物件平啊，一百，要不要？我头拄啊一百啦，我今日出去。不是啦，一百起来分啦。好啦，我即摆要叫你。来啊！你去摕一个泡面好食啊！太爽！你摕了百万币，我办公室你坐了去啊！好啦，等下我袂泡面，你坐啦。好啦，有啊啦，我要摕几本啊啦！哎呀，你有摕一百，我对你一本来啦。一百啦！一百的。我对你啦，加钱啦，一百加几啊？好吃啊！上几多出来？我讲你看，拢来啊！啊！恁大家拢要走，恁叫我是要安怎？我袂听，一百袂听伊无。恁遐要走，遐要走，你是叫我头家要安怎？最后这包一百送咩啊？错对伊啊？关袂啊？来超一个位啊！你这个叫我收起来啊！叫收起来，你有哪要食番薯无？一公斤水拿五十七条落去做，退皮落当食，五百、四百拢做，免两百，收起来百五落。百五。了了好无？了。六个客钱，恁爸透死人，妈咧卖，咱来搞退兵搞起来，拢免付啊！一瓶三啊，新客钱，暗时困过来，计食歹搞钱啊！一百人，加付一百人，好客钱来好啊！三个，免问几包啊，钱来啊，一百。三个啊，好，百块钱来啊，恁妈咧卖，三个，一百来啊，一百到最后三个，上面一百。我来讲话，你唔好当作恁爸恩义啊！恁爸是真正是包卖百五，恁就袂使骗你啊！哪有听话？一百人去计食啊！我食来搞卖百五啊！钱钱，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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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没有了没有了，无、啊，你还冇给钱就要了，阿妈阿妈，从哪里来给我？你要钱你冇给我就冇给啦，你要看我两钱你要给我冇给啦，我给你我老贵啊，来啊，你搁给三块钱我呢？你要钱你要给我就卖啊，来，兄弟你搁在啥？七八种鸡，新鸡钱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三百种啦，我爱送。沙发。连什么我爱送啊？沙发。地方就会放啊，这地皮就当少。这侪，这鸡足侪条啦，我分大十个啦，拢去啊，你沙发拢来。来啊！来啊！你讲人要食沙茶羊肉？你讲人要食沙茶羊肉？沙。小阿皮一家陪两边。二来。是啊，你咧这创啥物件了？啊无，是迄个。牛肉披萨，你若要吃，赶紧啦，三百五包，要来两包我就好。披萨怎么吃？这披萨，这披萨是一块，我来讲话，你若皮卷咧九十啊，这一块百了，剩下这牛肉的，要来你包起来就好。一块百两块，三块偌块，三啊三嘛，唔免三啊三两包我就好。来两包。下面就披萨。一块肉哩，一块肉哩，一块肉，一块肉哩，一块肉啦，一块肉哩，下锅烧就好，下锅烧就好，两包了。我要吃披萨哦！我要吃披萨哦！两百块我要吃披萨哦！睇下平价要几点个？你三块几块三块？三块几块三块？我讲下我听听。嗱，过来，过来吃啥？是我喺江南平价话啦。江南平价话啦，爸爸阿爸来平价。哎，阿爸先来咯。
阿华是不包工，白的。还要几多？阿爸，我靠，老多钱啊！300包。我公司阿爸是介好食，等我来。一包够买来无？阿爸话。来啊，接一个啊。我今日刷肠啊，无人搞，无看会搞，点食你袂晓食迄个哦。等我来介绍无，刷肠啊。啊，这只拢给你再加做些一包，等我加做，等我哩。哦哦。这肠啊无加十几个，等我哩一百块呢，百块块。我哩。我包鱼春节两两个，后尾甲我春节两两个，后尾想想啊，300几啊，无200两。来两包。包鱼最后一个人买买买，来最后这两个少哩，四啊通几只？来无？来小龙汤包最后春节4包，人买买买无？要吃卖5包，卖4包，新加钱200我了。两包。一包鱼10粒，这包多少哩？2包40粒，200块无？来两包。有人买啊？无两包。两包，人买啊？无两包。两包，人买啊？无两包。两百。袂晓食。搁要拼落吗？要拼落，我来甲拼落哟。来创造平价4包啦。要拼，我来甲拼落哟。一包够你哟，一包够你哟，一包够你哟。来一包给我，给我三包，我让你包吃过。这里我好强，是吧？或者啥子强？你也说好强，有啥咪啥咪鲑鱼、鳕鱼啥咪，对啦。